10月28号礼拜五清晨，我们在 Holiday Inn 再度等连战，这是我们和连战的第四度连。外套，你的外套还在上面。对不起，叫你，我又 miss 掉帅哥，又 miss 掉了。昨天又谁掉？连胜文啊？连胜文走了，走了。牺牲小我耶！我没话讲了，讲不出来了，我这个。你赶快准备这个电台报道要说什么。Shit.